今天最主要在中南部地区都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强降雨的状况，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的情形，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。而今天晚上呢，其实就降雨区域还是很全面，那一样也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。而到了明天哦，还要特别的注意是，除了中南部降雨比较明显之外，中午过后在北部地区也有可能来到有局部豪雨的状况哦，因此明天的天气是相对的更为不稳定一些，整体的降雨都还是比较明显一点。而到了明天的晚上，整体的封面会再逐渐在北移之后，到了礼拜天啊，礼拜六跟礼拜天，封面会来到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。我们从未来的降雨趋势可以看到，周六之后其实封面已经慢慢来到北部的海面了，因此这个时候的降雨主要来自于封面前面这边的西南风的影响哦。西南风的影响会导致中南部地区持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，而其他地区的降雨会稍微减缓，不过还是都容易有降雨的情况。而到周日之后整体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因此中南部地区可能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降雨。周一的时候水汽在北部东半部地区稍稍的减少一些，主要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降雨，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变成午后为主哦，所以整体的降雨的趋势到周日之后，北部东半部会慢慢减缓，而中南部的降雨也会逐渐转为局部降雨的情况。